那么在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Ansible CFG 的这个配置项，大家进行了一些熟悉啊。接下来呢，要熟悉的就是资产配置清单 Hosts 这个配置文件具体的一些配置方式。那么老师呢，将以这三个维度来讲解，重要的维度呢，就是以配置方式来告诉大家具体里面是怎么配置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解一下配置完成以后怎么查看它这个配置是否生效啊，以及主机组的成员。另外一个呢，同学们，我们来做的就是区别一下主机别名和 IP 的这种配置方式。接下来呢，老师来讲解一下常用的这些配置方式里面是怎么做到的。常用的配置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通过用户名密码的方式来进行配置。group name， 方括号里面加了一个 group name，group name 呢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表示的就是我的这个主机组的名字。同学们呢可以自定义，但这个主机组里面呢可以包含其他的主机组，更多的呢也可以包含到具体的成员。比如说这个主机组名下面我包含了一个成员是 192.168.1.11-22 的这个成员，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成员信息了。成员信息里面我后面填入了这个 S 登录的用户以及 S 登录的这个密码。同学们可以看到这种配置方式啊，除了前面的 IP 地址加冒号端口以外呢，后面这两种配置方式呢都加入了这个具体的配置项的名字。那么这个呢是一种典型的成员的方式的配置了，这个呢就是配置的 SSH 登录用密码的方式来进行配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了密码，那当然是密钥了。除了和上面的这个区别以外，重点的区别就是在 Ansible SSH Private Key File 这个配置项的成员名字的。那么我们要设置的就是这个私钥的这个路径，这个的这种配置方式呢就是通过密钥的等等的方式的一个常用的配置方法。那么还有一种配置方式呢，可能同学们不会用到，但是在大的这个团队项目里边或者是复杂的环境里边我们可能会用到，就是别名的这种方式。那么同学们为什么会想用的别名啊，我们其实在资产扫描里面就讲过了，当一个班级里面有同样一个名字都叫张三的同学，那么张三到底哪一个是张三，是不是不好区分？那我们一样做 SSH 登录的时候，我们都按照同一个 IP 去进行登录的话，是不是没法区分出具体是哪一台机器？所以我们需要给每一台机器起一个别名，每一个成员呢也就是取一个别名。那么这种场景在我们的资产扫描里面我们讲到了 Docker 这种场景就非常容易用到了，因为 Docker 是和宿主机共用一个 IP， 所以不同的 Docker 它属于不同的成员，那么它占据着宿主机呢不同的 SSH 端口。那么对于这种配置的话，我们就用到了别名的方式了。所以同学们看到我在前面加了一个 test1， 这个 test1 呢就是表示我这个成员的别名呢。那么我们配置它呢一定是要求要唯一性，最好是唯一性来标识这个整个这个成员了。所以对于成员的配置的话，我们就加入了对应的相应的配置项，比如说我登录的主机，那么这个时候呢填入它的 IP， 我登录的这个地方是登录的端口 SSH 的端口，所以是 SSH port。 然后后面呢同样是我 SSH 登录的用户或者是 SSH 登录的密码，这个地方呢跟前面的两个配置方式呢区别不大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别名的一种配置方式了。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我们还会讲到具体 Ansible 的接口封装这一块里边，那么我们都是通过别名的方式呢来识别机器的。在资产扫描的时候我们用到了一个唯一标识是什么， SN key， SN key 就是表示了不同的资产信息，我们不会用 IP 去区别资产信息，而是用到了 SN key。 那么同样做自动化任务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实际的项目里面呢我们是会通过别名，也是把 SNK 呢当成了别名来使用，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每一个任务呢具体的下发执行到了具体的针对性的这台确定的机器上，那么不至于呢造成混乱。这个呢就是别名的一个作用了。接下来呢老师还是登录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边，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课程里边的 host 老师是怎么配置的。那么在默认的 Ansible 路径下面啊，我们新加一个 host 文件，这个路径呢是在 ETC 下的 Ansible 这个目录下边 VIM 来编辑这个文件。同学们会看到我在第一行里面我配置了一个 test， 这个 test 呢就是一个组的配置，我把它修改一下 test， 那么这个呢是我配置的第一个组。那么我再加一个 test1 group， test group1，
那么它的成员呢，我配置的是这么一块 1.168.1.110。 同样呢，我也可以加入另外的一些成员，比如说111 112。 那么另外呢，我也可以再新建一个组，这个时候呢，我配置成2，再把成员呢配置进去。同学们会看到我配置了两个组，分别呢 Test Group 1里面呢是有三个成员， Test Group 2里面呢是有一个成员。那么我们接下来配置完成以后，同学们呢可以通过 Ansible 里面的一个命令，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成员。其实在上节课程里面我们多少都有用过。然后呢，我们敲入一个杠杠 list 杠 hosts， 就是把我的成员呢都列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前面呢输入具体的匹配项的名字，我们匹配到默认如果是2，就是表示我所有的这个主机组或者是成员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会看到我匹配出来的主机组呢包括了 1.11 1.12 1.10 1.13。 哎，这个时候包括了四台主机都可以展示出来，在我的这个 all 通过敲入这个匹配的这个名字 all 以外。那么 all 呢是一个特殊的表示匹配的这个项目的名字， all 表示呢是匹配所有的成员，那么它不会区别具体的主机组。那么我们想只列出某一个主机组的，那么怎么做呢？同样我们需要把 all 呢改为具体的主机组名，对吧？那么我们列出的是某一个组里面的具体成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group 改成呢 test group 下划线 group 1。好，这个时候呢，同学们会看到我列出来的就是这三个成员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 host 这个配置完成以后啊，我们看它的具体成员的一个方式。